大家好，我是超神龙哥哥，咒术师是第五人格中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角色。咒术师总是手上拿着一个猴子的骷髅头，咒术师的技能描述他能利用骷髅头施展咒术麻痹监管者。然而多次使用这种技能，咒术师会感到痛楚，被治疗的时间延长20%，这似乎是受到了技能的方式。其实咒术师之所以一直拿着骷髅头，这和传说中的招邪术有关。传说世界上有三种主咒术，第一种是巫蛊之术，主要是利用毒蛊或者虫蛊给人下咒。传说下蛊的人会把许多毒虫放在一起撕咬，但剩下最后一只不死的毒虫取出，偷偷放入被害者的食物里，让毒虫侵入人的肠胃。蛊术主要是用毒虫害人。第二种是降头术，咒术师通常会通过受害者的人骨、血液、头发、指甲等和受害者相关的物品进行下咒。传说中的降头术又分为药降、飞降、鬼降等多种类型的咒术，其中有一种杀伤力极强的血咒，需要咒术师用自己的精血作为引子，咒术师自身也会受到反噬。第三种就是招邪术，这种咒术是咒术师召唤黑暗或邪恶的力量来完成意愿的一种咒术。招邪术和降头术中的鬼降和血降有点类似，鬼降是咒术师通过某些法器来饲养法器内的邪灵，让邪灵受自己的意愿控制去执行任务，但操作多了自己会受到咒术的反噬。这个特点特别像第五人格中的咒术师，咒术师一直拿着猿猴的骷髅头，显然这个骷髅头是他施法的法器。咒术师召唤骷髅头中的灵力让监管者麻痹，使用多了自身被治疗的时间会延长，这明显是受到了诅咒的反噬。所以咒术师背景资料中提到的隐藏在他血液里的诅咒，可能就是因为和咒术师所修行的招邪术有关。他用自己的精气召唤猿猴咒像，自身也受到了诅咒的反噬。大家对咒术师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。关注超神龙哥哥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。